天下风云出我辈，一路江湖岁月催，悬醉蝶影谈笑中，胜似人间几轮回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堪称韩国票房黑马的谍战大片《间谍》。故事啊，发生在韩国首尔，男主周全是一名南派23年的朝鲜间谍，已近中年的他是从未忘记使命，自始至终都在隐藏身份，一直啊都在等待报效祖国的那一天。可转眼间过去了23年啊，上峰还是杳无音信，宛如忘了他这个战士一般。自然而然的，生活琐碎、柴米油盐也渐渐磨平了周全的报国之念。如今呀，背负四口之家的他，为了赚钱，更为了公司不散啊，只能放弃原有的业务，改为走私在黑市极为紧俏的中国大力丸。尽管此举有些冒险，随时都会扣进海关，但好在周全反跟踪技能早已点满，依靠一次又一次的摸影迷踪虎口脱险。但这百密终有一疏，千年总有一漏。在3年前的一次烟花游行集会上，韩国国情院对北专员朴峰意外发现了周全的身份。为了人赃并获，更为了扩大战功，朴峰啊是特意安插亲信进入周全公司日夜监视，希望能借此顺藤摸瓜，将周全背后的朝鲜间谍直接抓一串。奈何3年过去，他除了看到周全的柴米油盐，再无其他收获，只能让亲信继续潜伏，等待收网的时间。奈何这天有不测风云，地有导演使坏，随着一名朝鲜高官赴韩避难之后啊，两者都等到行动的这一天。记得啊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周全一如既往地来到公司，瞻仰自己藏在天花板上的大笔存款，却不料一通摸摸摸，发现了只剩了一张纸片。你的钱我拿去执法，想告就告吧，你个垃圾老板。周全顿时想到了那个整天看他不顺眼的秃瓢员工，他一怒之下赶到了秃瓢门前，却不料此地早已人去楼空，曲终人散。无奈周全只能再次给上峰写信，希望能请示下来点间谍经费。尽管上峰的邮箱23年呢从未回过一次，周全却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。却不料经费没等到，一则神秘暗语却是破空而至：木兰花开了，江南内衣全城最低，只需要28万现金，保你拥有最性感的你，还在等什么？速速来袭！发现这一情况，周全顿时是屏气凝神，拿出了尘封23年的密码本。经过仔细的查阅之后啊，成功确认了暗语：今日16点，李顺城，光华门。有了暗语的周全不敢怠慢，第一时间赶向了光华门广场，而他的老上级江龙已等候多时。看着眼前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孔，周全不由得陷入了回忆。他清晰地记得，这个代表朝鲜特工最强尖刀的江龙有着何种实力，用心狠手辣、杀戮机器都不能做完全的比拟。望着周全脸上的呆滞以及不合时宜的油腻，江龙略微寒暄之后啊，直接将此行的任务告知。原朝鲜外务副部长金彪暗自收受了韩国贿赂100亿韩元，继而第一时间申请政治避难，成功躲至了韩国首尔，以免其蛊惑人心、败坏军纪。上峰派我等暗中杀之。去吧，拿上这100块，先弄个根据地，然后啊，组建队伍，马上行刺。周全不敢耽搁，当即以最快的速度找上了自己的下线间谍，分别是南派40年京城退休的大爷老贾，南派15年京城房地产中介的阿乙，南派13年京城牧牛郎的小丁。4人集合之后啊，周全带上江龙众将赶至了一处废弃的舞厅。没办法，100块的预算实在太少了，他不可能自掏腰包。眼看人员到齐，江龙毫不废话将任务告知，而后啊，在周全的带领之下，开始四处打探金彪的消息。他相信韩国在拿到金彪这条避难的大鱼之后啊，肯定会广开发布会，大放厥词，借以摧毁朝鲜的名义，伤其根基。
果不其然，在一处广场之上，正有一人在借此造势。周全几人伪装成志愿者的样子，顺利拿到了金彪的关键信息。金彪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身边随时都要有医生护理，所以啊，只要几人跟踪主治医生，就一定能够寻到金彪的藏身之地。说干就干，只见阿乙身披豹纹紧身衣，扮成韵味少女，然后啊，趁与主治医生相撞之时，顺走后者的钱包。扮成医生的小丁啊，迅速将跟踪器放入其中，而后啊，交到周全的手里。作为最后一棒选手的周全呢，自然是不负众望，趁老贾装病闹事之时，成功将钱包物归原主，没有一丝痕迹。眼看第一步战略成功啊，兴奋的四人当即驾车跟了上去。自然而然的，在一顿兜兜转转后啊，四人成功摸清了金彪的藏身地平昌洞496号别墅。有了具体的位置之后啊，阿乙迅速黑入了韩国首尔交通局，查看别墅周围的视频监控和红外探头。结果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啊，光是在信息中心备案的就有36个，更不用提藏在视野盲区之内的和别墅内部的监控，以及韩国军方给金彪所配备的武装战力了。为了更清楚地获得别墅内部情报，增加一击必杀的成功率啊，众人赶至了别墅外围，将网线掐断，而后啊，利用黑客技术截断报警电话，继而顺利地将伪装成网络检修员的周全是送了进去。而周全知晓此次机会难得，每个房间都悄悄地录了下去。整栋别墅分为一二两层，周全在一楼发现了金彪书房和保险柜，但不知为何却迟迟寻不到金彪的卧室。于是啊，在赶至二楼之后啊，他再次故技重施，探查每一个房间。却不料，当其询问最内侧的房间之时，被守卫一口决绝，似乎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心思缜密的周全当即啊，便想到了，此乃金彪的卧室，不然带路的守卫不可能这般紧张兮兮。确认金彪的卧室位置和内部守卫的分布之后啊，周全是再度头脑风暴，确定了夜袭之计。每周四凌晨3点，别墅后门有人来收垃圾，我们可以借此伪装翻墙进去，在这同时啊，让我们的同志将别墅断电。黑灯瞎火之下，只要我们赶在了备用发电机3分钟开启之前离开，就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因为3分钟足够金彪死5次。江龙一听是极为满意，当即让大家是交出枪支，准备明日就开始行刺。因为他带着特工队是坐飞机来的，身上并无半点刀具。四人一听这话，直接僵在原地。因为周全的枪在其潜伏之时被其埋在了光明山，结果23年过去，光明山早已不复存在，成了光明大厦。阿乙的枪在搬家之时子弹意外丢失，小丁的枪在喂牛之时被牛蹄子啊一脚踩碎。而老贾的枪则因为年代久远忘记了埋在哪里。看着老贾满脸含笑玩世不恭的样子，江龙心腹一拳砸了上去，没枪你给我皮什么皮。目睹这一切的周全这心中是五味杂陈，因为老贾年近70，记忆力之减退也属常理，可作为同胞的兄弟出手竟然这般狠戾。更无语的是，在他们潜伏这么多年里，不管遭遇多大的苦难，上峰都置之不理，而今他们有了用武之地，却还是这般口气。未免成为夜袭的炮灰，江龙的棋子，周全一怒之下决定将计就计。因为他清晰地记得金彪保险柜的型号和位置，只要四人趁江龙暗杀金彪之时浑水摸鱼，拿走韩国军方给金彪100亿，那他们真的就可以跳脱于世，活出自己的下半辈子。三人一想，每人可得25亿，当即兴奋地加入了周全的计划。周全不敢耽搁，第一时间带三人是赶至了保险柜大市，买了一个与金彪一模一样的保险柜供老贾练手。因为江龙刺杀金彪从翻墙到撤退整个过程只有3分钟了，所以他们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100亿，老贾就必须要在48秒之内啊将保险柜开启。临危受命的老贾不敢懈怠，他深知自己是盗走100亿的关键，于是在阿乙的监督之下开始疯狂开锁，听声辨位。终于在6个小时的狂练之下，熟练掌握了开锁之际。
另一边，在周全的带领之下，江龙找上黑市军火商，希望置办一批军火回去。奈何黑市军火商对朝鲜人士极有敌意，不停嘲讽的同时，还将价码悄悄提了上去，建议好好宰一顿这个身单影只的朝鲜间谍。殊不知，在江龙的世界里，他早已习惯了零元购的模式。随着一阵乱枪响起，黑市军火商众将全部惨死，江龙抄起武器便消失在了茫茫黑夜里，似乎这一切都是家常便饭而已。万事俱备之下，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而众人待到凌晨三点之后啊，也开始按部就班的行刺。首先，垃圾车赶到指定的位置，伪装成收拾垃圾的样子。再同时，小丁将别墅的电路剪断，把内部的守卫变成瞎子，而江龙众将则翻墙而入啊，第一时间肃清外围岗哨，继而迅速上楼向二层摸去。眼看江龙等人潜入别墅，周全带上老贾迅速地摸进了书房开锁，却不料上帝给他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，在那保险柜之内根本没有韩国军方的100亿，有的只是一张金彪家人的合照而已。不等周全二人愤怒，江龙带队杀入了金彪卧室，结果这次更离谱啊！被周全认定为金彪卧室的房间只是一间厕所，怒火中烧的江龙当即打死正嘘嘘的守卫，而后迅速闯入二层警卫室，将内部之人全部打死。可这么退走，江龙实在不甘，只能用枪威胁一人，希望能拷问出金彪的藏身地。可也就是这短暂的迟疑，让对方有了反抗之机。随着一声凌厉的枪响，位于一楼的韩国守卫顿时惊醒，在打开警报的同时赶紧支援了上去。刹那间，整个别墅被枪林弹雨充斥。江龙一看刺杀不成，直接一枪打爆灭火器，利用迷雾开始撤离。奈何麻绳专挑细处断，这厄运直找苦命人呐！他们的原定用来撤离的垃圾车意外抛锚了，无法启动，只能让别墅正门的阿姨赶来支援。可在这同时，大批警察已经包围此地，撤退已经太迟了。更要命的是啊，步履蹒跚的老贾这体力不支，被远远的甩在了身后，眼看就要成为韩国警察的俘虏。杀伐果断的江龙直接一枪将其打死，而后带队逃离。目睹这一切的周全顿时是目眦欲裂，可在江龙的威逼之下，他毫无反抗之力，只能默默来到老贾家中，将其身份信息全部焚毁，继而和阿姨小丁醉到不省人事。殊不知在这同时，国情院的朴峰在别墅之内发现了一个打火机，而这个打火机刚好是老贾用来点烟壮胆的。更巧的是啊，打火机上面还有老贾经常光顾的寿司店的地址，朴峰一个顺藤摸瓜，直接找到了周全与其密会的证据。得知朴峰监视他三年之后，周全心中是百感交集，不知如何是好啊！一边生他养他的祖国，一边打拼多年的梦想之地。看着周全挣扎的样子，朴峰不愿多言。你知道的，在韩国，只要被打上赤色印记，你一辈子都只能活在黑暗里。如果你不为自己想，也想想孩子和妻子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周全不知应答，一脸彷徨地回到家里，翻来覆去。在一阵内心天人交战之后，周全选择顾家，成为朴峰的卧底，帮助韩国国情院将江龙整个刺杀小队覆灭于此。因为在江龙身上，他看不到丝毫的可信力。一夜无话，周全一如既往地赶向武厅根据地，却不料江龙宛如未卜先知一般呐，直接更换了线路，甩开了韩国国情院的跟踪。原来在朴峰和周全的谈判里，有朝鲜暗信拍到了这一关键信息。眼看周全再难狡辩，江龙当即上前威胁，马上联系朴峰，让他带金彪转移，如若不然，在你儿子棒球比赛结束之时，就是整个小学爆炸之期。听见此话，周全顿时怒不可遏啊，但眼下他只有联系朴峰，送出江龙再次行刺的假消息，借以打草惊蛇，刺激金彪转移，同时将定位器放进了朴峰的口袋里。目睹这一切的江龙当即带人跟上，成功将金彪困至了一处怒吼。这一刻，江龙众将瞬间冷血机器，风一般的扑了上去。在 AK-47 的火力压制之下，金彪守卫不敢停留，趁着汽车掩体，赶紧向后转移。江龙自然不会罢休，不顾一切的追了上去。
与此同时，在基地掌控大局的朴峰突然发现了周全的定位器，条件反射之下，他赶紧带队前去救援，奈何为时已晚，金刚守卫早已食不存饥，距离江龙刺杀完成只有毫厘。好在 AK-47 弹夹见底，金彪守卫才暂得喘息，劫车逃离。暴怒的江龙掏出手枪，宛如下山猛虎一般再次咬了上去。眼看金彪葬身枪林弹雨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周全驾车一脚截停江龙，将其死死地锁在原地。为了韩国家人的安全，更为了朝鲜母亲的安危，周全一个发狠，将江龙推入了死亡绝地。故事的最后啊，精疲力竭的周全赶在爆炸之前成功赶到了体育场，解了儿子的必杀之局。金彪啊，则由于过度紧张，心脏病突发，当场去世。兴奋的周全当即啊，是致电上峰，称金彪是他换了主治医生毒杀而死，希望能申请一批金钱奖励。而阿乙和小丁则借此机会完成假死真正的隐于闹事，至于周全则被韩国国情院看中，成了韩国的特战间谍之一。整体很不错的谍战动作电影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原片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阿墨，一肚子墨水的墨，江湖路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